很危险吗？哦，非常危险，这稍微如果在这边站着，你也徛咧也无注意哦，搁大个就断去啊。这荷兰呢是上大力，都有可能会放弃，看起来相当的危险。这是在国旗乡华山的土石流到航空区内，华山吊桥以及连接金金吊桥的所在，因为建材多数拢是木制，加上山区湿气重，所以可以用不到两年的时间，茶都拢凹去了。应该不是破那个，应该是松。那个木板烂掉，烂掉，它差一个高度啊，差很多。哎呀，掉下去可能会受伤啊。没有，你下来的话，因为那差一阶嘛，啊，你踏下去的话，应该下面那个会比较重，啊，就那个应该很快就会破坏掉。在接到游客登记后，管护城发展处、高崎乡公所马龙派员前往勘查，确实是危险重重，马将步道暂时封起来，避免游客第二家发生危险。有损坏的部分哈，拉个警示带来警示，因为桥我刚刚沿途敲、OK 啊、这个桥面板跟这个其实都还没问题，OK 啊、所以那个就是步道上去的部分。对，我是觉得那个部分可能怕踩空的部分要把它封起来。年初已经整理过一次，我们随时会有村办公处的同事跟协会的同事会来看这个步道的情形，那已经有整理过一次，事实上当初的损坏情形并没有这种情形。这用木制步道在维修顶是真无简单。社会用发展处工程科长林恩勤表示，因将会安排定期来进行保养的动作，也是需要我们定期要来做维护保养。哦，它这个木头也稍微有一小部分可能有开始在这个腐烂的痕迹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尽快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视。那有会影响到游客使用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赶快来做个来处理。这在华山土石流港湖区内报道，因为环境优美，所以拢会吸引不少的人来这爬山。不过，公所目前先将报道封起来了，嘛，让游客来这佚佗爱较细腻嘞。记者真心长报道。